满满的人潮涌入北投公园。今天不是来抓宝，而是透过倒马机体验真人版大富翁游戏，或是机智问答，深入认识北投古迹景点。石牌地名的由来是1746年清朝设立的汉番界碑，因为移过石牌往七里岸以北，就是过去凯达格兰族的生活地。为了宣传北投多元人文底蕴、历史古迹及自然生态等地方特色，区公所特别举办北投乐活节系列活动，多组表演团体轮番上台，营造乐活气氛，鼓励民众一年四季都能来北投游玩。北投从一开始，大家的印象中呢，就是除了温泉之外，也很少说有谈触及其他的。那其实我们这边古迹文物、一些生活艺术的东西呢，相当的多。那这个乐活呢，就是让他在这边快乐的生活，而且也属于要慢慢的去细嚼品尝的地方。现场有各项体验活动，包括 DIY 绘图、套圈圈游戏，以及在地农产市集。不少人携家带眷来到北投公园，度过开心的午后时光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尤湘婷采访报道。